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10年。110年，然后10月，110年6月10号，110年6月10号，瑞芳大楼内，12:02出发，这是。但是是178次就沿线港数啊的全车，用516加上一人515，零号零挂联动联转区监测。开启车门，是178次就沿线港数的，用516加上用515，零号零挂联动联转区的载荣南停港，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